樱花庄子以有着卓越的演技出演过《十面埋伏》《卧虎藏龙》等经典影视作品，在国际影坛有不少的知名度。日前有一名网友发文透露自己在搭乘飞机时偶遇了章子怡，原po透露自己起初还没发现，随后空服人员非常热情地来跟对方说话，他才知道隔壁坐着的竟然是章子怡。而章子怡察觉到自己被认出以后，对该名网友露出亲切的笑容。而原po也分享了两张照片，只见章子怡身穿白色衬衫，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，头上戴着一顶白色渔夫帽，打扮得相当休闲。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他牛仔裤其实大有来头，一条裤子就要价台币31500元，手上佩戴的手表也是瑞士的名贵钟表品牌，引发网友热议。